小木，但是今天下雨。等一下有大餐吃。等一下有大餐吃。谁看你不去？哎，帅哥。我在电话过。帅哥你。哎呀，这个傻瓜今天有乖哦，傻瓜。哎，这次回来好像有点不想吃了，就是你帮忙打下手。今天晚上吃大餐，我小时候就是你的这个煮大餐。今年在我小叔他们这边煮。正好拿了，我甩表都是四个，再过四个就四个得了。这个是猪脚炖萝卜，这个是他们这里的。酸菜，他们讲盐菜，这个也不酸，不是很酸，但是很好吃。这种搞点瘦肉，再管些就是男人下厨，女人打下手。下了一天雨，还有几天雨下。清明的时候就下雨，这个柿子也开花了。好多朋友说没有见过柿子的花，没有见过柿子开花了。这个白色的就是，这个真正的就是落汤鸡，幸好我今天没去，不然我也要跟他们一样了。好多车啊，全部都是清明回来挂纸的扫墓。这个风景还是不错的，山是山了一点。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了？你才大厨。这个是我堂哥，很帅吧？做饭会做饭的男的帅哇！这些这个是牛肉，哇，猪脚熬萝卜，这个炒盐菜，炒肉末，炒肉末，还有炒大肠。那个竹笋用什么炒？竹笋不炒了，炒一下吧，那个好吃。他们这边就是说，我也可以去的。如果是天晴天近的地方，我就可以去；但是下雨天就我就不能去，会就是容易踩滑之类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去。我就在家里面跟他们打一下下手。洗一点青菜啊，搞七搞八，就只能这样子。啊，你干嘛要把那个鸡洗一下？再给它洗个澡。再给这个鸡洗一下。我大餐吃就这样子吗？一起动手，洗干净一点啊！放辣椒。这个酸菜炒香了。我想吃。给他。这个鸡都不止三白切鸡。这是换新口味，给他弄点那个白切鸡吃，白切鸡吃一样。看着都想吃我。你不能吃。我吃一颗不行吗？二十可以吧？这个锅炒了可能没有那个柴火烧那个好吃。你这个火就跟不上。那你就是没有好吃，就是他问你我能不能吃。能吃能吃。那，又想骗我。酸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野货，你干嘛？纯天然的，家常的找的。今天晚上吃大餐。这小朋友早吃了。两桌。干了没？哎呀，跟着来说干。哦，好热闹。你来拿桌。厉害。这个是个好朋友。